晚8点准时更新，我是贞子。打开冥界之门，前往至乐之源。即日起至9月1日18点，拥有《刺客信条》德赛游戏本体的玩家可以免费解锁并游玩第2个故事线《亚特兰蒂斯之命运》的首个章节《至乐之源》的所有内容。本次活动呢为全平台，包括 PS4、Xbox 以及 PC 上的 Uplay 和 Steam 平台。不过 Steam 上的游戏本体是领取不了的 ，Uplay 上呢却显示可以领取。也许再过个几年，育碧送奥德赛的时候，这个领取界面的 DLC 呢就派上用场啦。目前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游戏本体也开启了5折优惠，标准版凭史币124元，豪华版154元，终极版191元。想要提前在极乐世界探索希腊的来世，并找出藏在华美外表下险恶秘密的玩家，也可以选择现在购入。最近，《光环士官长》合集已经向部分 Steam 玩家发放了测试 Key。在之前在 Waypoint 上注册过的玩家将会获得本次的激活码。如果你错过了这最后的测试机会，那么就只能期待游戏的正式发售了。根据早前透露的消息，《光环士官长》合集内包含了《光环致远星》、《光环战斗进化周年版》、《光环2周年版》、《光环3》、《光环3地狱伞兵战役》和《光环4》。玩家可以灵活的选择购买里面的一款游戏或者所有游戏，其中《光环3 ODST》的战役部分售价是$5，其他每款售价$10。同时，官方也在最近宣布，计划在2019年年内完成所有 PC 版光环游戏的移植工作，大家也不用再等到2020年了。由 A44 开发的类黑魂 RPG 游戏 Ashen 在最近宣布，将于12月9日结束 Epic 独占，并登陆 Steam 平台发售。Ashen 这款游戏呢，讲述了一位流浪者寻找家园的故事。游戏中的一些机制和养成系统上与黑魂近乎一致，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核心玩法，就是打造亲密关系。游戏中，玩家在开放世界探索和做任务时，可能会在荒野中遇见其他玩家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与他联手，一起做任务下副本，或者继续选择自己的独狼之旅。IGN 为这款游戏打出了8.5分的好评分，称其双人合作玩法独具特色，是一款具有扎实战斗系统和华丽艺术风格的杰出魂-like 游戏。目前游戏已经上架 Steam， 预计12月9日正式发售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添加一波愿望清单。Steam 上特别好评的赏金追杀游戏《猎杀对决》在今天进行了 1.0 版本更新，重新加入了简体中文，并将游戏的售价从98元涌涨到149元。《猎杀对决》这款由显卡危机系列制作组 Crytek 开发的游戏，主打的就是以 PVP、PVE 模式为主的高竞争性竞技式玩法。游戏中最多可允许5支2人团队出发追寻魔怪，魔怪一旦被消灭，玩家就有机会获得1份赏金。同时，你也需要时刻提防来自其他玩家的威胁，可能一不留神，自己辛辛苦苦训练的人物角色和搜集的装备赏金就会烟消云散了。按照官方原先的计划，游戏将于8月20日脱离抢先体验阶段，推出游戏的正式版，并将游戏的价格涌涨。但是最近一次的更新引起的汉化丢失事件，导致了本次 1.0 版本更新的延迟。为了庆祝系列发售17周年，四海兄弟系列在 Steam 上开启了特卖活动。四海兄弟2标准版豪华版均是进史币22元，四海兄弟3标准版凭史币32元，豪华版49元。其中，四海兄弟2是一款可以和 GTA 系列比肩的经典开放世界游戏，喜欢 GTA 的玩家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四海兄弟3呢，则是一款中规中矩的续作。系列的初代在 Steam 上锁国区购买，不过在主打老游戏的 GOG 平台上呢，倒是有卖。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丑驴家支持一波。节目的最后，为大家推荐一款恶趣味竞速游戏《机走马桶竞速》。目前游戏已经在 Steam 上发售，国区定价28元。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桶赛车手，利用厕纸攻击和饭团能量来争夺史上最强厕所之王称号。官方表示，世界各国的知名变作均有机会参与此次的大赛，包括中国的旱厕，后续也会以滑板的形式加入到游戏中。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访问 YXCCG 售卖高折扣 CDK 和75折 Steam 充值卡的淘宝店和微信小程序， Steam 热销游戏和热门新品都在。